像这一种，对啊，你很难讲啊，你怎么讲？你一定要找到心目当中有可能你会觉得哦，这牛仔裤差什么？你再拿到这个实体，然后你再去跟师傅讲，比如说他这个原版可能他有很多油漆，我不喜欢油漆，但我喜欢这个洞，那你可以帮我跟这个做法吗？我要这个，然后不要那个，对对对对对，我不要那个油漆，我拿掉，我不要，你不需要做给我。然后你的牛仔裤的颜色，你不要以为全部都觉得是蓝的，就是因为全部都是蓝，你才很难跟他讲，你要什么蓝？深蓝、浅蓝。你光是讲深蓝、浅蓝，光深蓝你就有100个深蓝，跟100个浅蓝，蓝偏灰还是偏绿？哦，还是偏黄，搞很久的。Gucci store 100 thou, that shit's in a day. Okay, I wait cheating, I'm a dog, think I need a cage. Okay, savage loaded chips and dip, I'm not talking about lay. 21 throwback raps, call them retros, I'm not talking about lay. Bang outside, hang outside, don't come out the house, cause the gang outside. 我以前跟他出差工作嘛，都很常会抽时间去到处看看有没有一些。喜欢的旧的东西，就是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 inspire 以后想做的东西，算是帮 Manus 找灵感。对，算是。你好，你好 ，Hi Sean Mr. Hi，I'm Sean Tier，Hello Sean，Hello，Hello， 你好，你好，哎，你讲讲，等一下怎么样弄比较好？没事啊，就自然就你要教我一下。不会，这很简单，简单。He's a store owner. Marine. Sean, nice to meet. He's a store owner. Leonard. Sean, nice to meet. Hey. Matt. Nice to meet. Leonard. Rick is a he's a store owner. This store. 这间店以前 used to be beside Supreme.我先介绍一下，是因为我觉得很难找到真的 vintage 的仓库，因为他们通常都不会对外。vintage 的东西好像寻宝一样，因为 vintage 的东西只有一件。那通常找到很漂亮的东西的老板，他们都会想自己收着。对，所以仓库对他们来说有点像保险箱。他不会打开保险箱给你看他里面有什么，所以很难得，我觉得。他已经放很久了，所以他的 print 有裂痕。其实我很喜欢这种细节，我自己很喜欢这种 college 的。老板，开心，不想看。Nothing。我老婆不给 Cody 穿 second hand， 所以我通常都会有时候会，如果很想让他穿，说哦，这是 vintage， 但没有用过。我都小了，很多时候太小的衣服，我要带着他，因为他会帮我试，他可以帮我试。So cool！ 回来，当然。Nice！ 可以逛一个下午，自己逛可以逛。对，一间。我比较喜欢一个人跟他两个。这是我送你的。谢喽。这是以前那个，这是日本的啤酒厂。然后美军去那边，就是可能就是 souvenir， 然后他们就印了后面他们自己的 patch， OK， 他们的那个、okay. 对 ，Look at this。然后后面的 graphic 我觉得 ，I think it suits you well， so。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it's cool。Watch， yeah。我们今天 Sean 还有准备一个特别的东西， yeah? 就是他要准备他的 collection。
OK， 秀英讲怎么样看比较好？来啊，看一下哦。41 C。哇哦，这一些就是我说的，你这一些你怎么跟他说？导演，你怎么跟他说？哎，我要有一个绿的，绿的什么？你 vintage 的东西，它很常会有惊喜，就是每一个细节，都是他自己的状态。使用者的习惯。对 ，Madness， 我知道很多人喜欢 Denim 的系列，那为什么我觉得我也对我自己很有信心？对于 Denim 这个 collection， 因为假设我今天很喜欢，那但我跟 Sean 都不能穿，太小了。我可以穿，没有没有，我这我可以，我可以，可是没有，比如这个不能穿了吧？啊，不行不行不行，对，这个不能穿了吧？谁能穿这个 ？For display only。但是这个很漂亮。对。那我能不能？我当初的想法是，哎，如果这一件是有我的 size， 那就太好了，把它变成我们能穿的。对我的当初做 denim 的想法是这个，我不想去改它的味道。其实我们当初也面对很久，你可以问 Maureen， 就是我们面对很多说，为什么你的牛仔裤破两个洞？对，很奇怪。然后我就不能管。也许有时候公司会说，哎，老板这个会不会太烂 ？It doesn't have to be perfect。买的人会不喜欢。这好像我给钱买了一个烂衣服、破衣服，但是我不管。但结果这衣服就会，哦 ，boom， 大家都很喜欢。因为有时候像他像说的，就是你不需要很完整，也不需要很完美。对。他有时候他的缺憾、他的缺陷跟他的那种不完美，才是这衣服好看的地方。就比如说这件牛仔外套，我一定会带走，我会给我儿子穿。我要给你看重头戏，有重头戏，然后我们把它收一下。这条是1889年 Levi's Spring Bottom。1889年哦 ，This is museum piece。我觉得这个要拿开，先拿开。来，这条是 Levi's 的Spring Bottom， 这条是应该是全世界最老的 Spring Bottom，这条比 Levi's 的总公司还要更老。你看这一些 buckle。这些已经老化到生锈到一个程度，我都不敢太大力。那我们怎么证明说它是1889年的？因为它这边写 pattern riveted， 他们是1890年的时候失去他们的 pattern，所以他们表示说这个他们还放 pattern， 表示说这是1890之前。你们追溯回去，对对，他当时候的那个 label 是长什么样？他们的 rivet， 那是他们的专利。OK， 他们的专利是这个 rivet。那这条跟其他的 jeans 不一样，是因为以前的 jeans 是 workwear for blue collar for 工人挖矿，对 miners。那这条的话呢，是 Levi 那时候推出给比较有钱的做 office 里面的人穿的，所以你看它设计是比较时尚的，它的 pocket 是 curve。这一定是挖出来的，这是挖出来的，因为你看到泥啊，很多全都是以前的。他们挖矿是有公司。然后带一批一批工人进去挖矿，他们挖完之后呢，他们出来，衣服、裤子，他们以前叫 waste overall， 要脱掉，因为他们怕你偷东西出来。那他们挖完矿之后呢，他们就会把裤子留在那边，都是留在他们有一个 powder room、dry room， 他们可以换衣服的地方。这是1910年 ，Levi's the coverall。1910，那这一款他们只有做了11年而已，就停产就没有了，就没了，就没有了。他们停产是因为这个厂长他懂得生产设计，可是他不懂得营运成本管理，所以他卖一件就赔一件，就赔一件。对，后来他们的他本太高了，然后卖的又 Levi's 的 counter 上来说奇怪，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赔钱？就是说就停掉了，对 ，the cost stop。所以你看，其实这种跟老表一样，它就是有它的历史跟那个时间点。其实男生喜欢的，像 Sean， 他就很专在老的古着的衣服、牛仔裤，他也会分得出年份。你的 period 是从哪一年到哪一年停产生产，所以
其实我觉得男生玩的东西就是差不多了，都差不多。哦，哎 ，one more thing， want to say one more thing？ Yeah， sure。我想到还有一个东西可以看，小东西了。哦，这他们以前的，他们以前做账的本子 ，Levi 的签名 ，Levi Strauss 的签名，他们总公司验证过是真的，是 Lin Downey 跟 Tracy Penny 他们帮我看过，他们以前的信封盖印 1880。其实我跟你讲，这个就是 R piece。他们以前的发票。OK， thank you， 谢谢 Sean。太快了，大佬！你看，如果你等廿五分钟，咩？我要。他做的，他很厉害，是因为他有很多 idea。哎，你看，这真的很帅。Maureen， check this out。I definitely want to make this。我很难做到，就是它有点像太阳晒到褪色的感觉。He's the man. He's my man. My man. Yeah, these two you can take with you because that's the sample, and then these are the last of the tees I have. So these are yours. You can take those. Really? Yeah. My man.他以前是个 factory 的样子，然后现在是把老区翻新。对啊，这个翻新嘛，对，变成一个新的区。对啊，商人很聪明。这些以前是工厂吧，应该。对啊，都是以前 warehouse 都是什么。到美国，不管是纽约也好 ，LA 也好 ，is part of the culture， 就是球鞋。对对对，现在是最喜欢看是 vintage 的球鞋。哦、oh. ，对。What's the size？ I think it's 11 or 10. Oh, that's my size, bro. Oh, really? That's dangerous. Still can wear.还有一个重点，因为我穿的衣服通偏向古着哦 ，vintage。那你穿新鞋会很奇怪，不搭，所以我就很喜欢找。难怪刚刚看你穿那一双，跟你的那个整个裤子是，对，很搭的，对。听说这家是这边最猛的。Second hand shot. Hey, hi. How are you doing? Sean, it's me.超像，很像电影里面出现的那种人。哎。
感觉我是回去现场拍戏要穿的戏服。Rockstar， 你看 ，so cool， so cool。这感觉好像以前拍老牌好莱坞电影，就是这边的戏服，对，你不觉得吗？就那种老好莱坞的造型。I like the stitching. It's really good. Yeah. Ford. Yeah. I guess like Willie. The name, right? Willie. You could be Willie. 老板都把最猛的拿出来。Passion is nice. 你猜多少钱？只要是好的东西，随便开。Vintage 是一个无底洞。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Great, fantastic. Sure. Oh yeah, sure. Thank you, thank you. Good to see you. Thank you guys.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bye.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太屌了，太屌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叫 Sean 的都是猛的。谢谢。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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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叫 Sean 都是好家伙。以后儿子要改 Sean 了。都是猛咖。Remy's making friends. A few gray whiskers, and now here I am.Ooh. Okay. Good baby. Good baby. Have a good one, guys. What up? We miss you. We miss you a lot. Where are you? I'm in Romania. You should come. Look at the weather. It's so nice in here. It's okay, Sean will buy a place here and then we can come next time. Don't worry. We'll get it, okay? We'll be here soon. When the housewarming, I'll be there, I'll buy you a place.